好，请翻开经本第四面啊，第四面经文第四行第四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这是菩萨成佛示现的八相成道的第五相，魔是折磨。这个字古时候的经典，如果我们看到古老的唐朝以前手写的这个经卷，磨字还是用折磨的磨，下面呢是个石头，石字。那么把这个石改成一个鬼，相传是梁武帝造的。梁武帝说这个折磨太可怕了，所以把这个石字换成一个鬼字。佛法里面讲魔呢，都是说的烦恼。八大人觉经佛给我们讲这四种魔，四种魔，第一种叫五阴魔。五阴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佛说的没错，你有这个身体，你就要遭受许许多多的折磨。有身体，当然还有心理，身心两个部分。佛给我们说，身有苦乐，心有忧喜。那么大家都知道，身苦是折磨，心里面的忧虑也是折磨，而不知道这个身之乐、心里之喜也是折磨啊。为什么呢？心里正常的享受是清净的，是平静的，喜怒哀乐都让你心得不到平静，心里面起了波浪，这个就是折磨。我们叫五阴魔色受想行识，我们任何一个众生都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受的是五阴身。所以高级的凡夫他们聪明，你像中国老子曾经说过，吾有大患，未吾有身。他说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呢？因为我有个身体。这就是很聪明的人。于是这个第一等聪明人呢，他不想要身体。能不能做得到呢？能。在佛法里面
修学有相当功夫的人，这个佛经讲这六道是三界，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欲界、色界都有身。那么换一句话说，苦总是免不了的。无色界的天人没有身，他们知道这个身是苦本呐，身是累赘，身是大患，是他不要身。无色界四层天，天人呢没有身相，我们称它做临界。这个是凡夫里面最高级的了。那么他算不算觉悟呢？算的，不能说他不觉悟啊。但是诸位要晓得，他不是正觉。我们佛法里面觉悟正觉，正字招牌呀，这是佛家独有的。世间人虽觉，他不正。我们从四空天人就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不要这个身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纵然生到非翔非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还是有限的，有期限的。八万大劫到了，他就要往下堕落了。这个谚语里面常说，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一堕落，都堕落在地狱，而且绝大多数堕落在无间地狱。这个里面是有原因的，不是无故的。他们这些人都是修道的人，不修道的人呢，到不了这么高的境界。修到这个境界，以为自己成佛了，以为自己证得大涅槃了。涅槃是不生不灭，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把四禅天、无想天、这个四空天当作涅槃，这是错会了，误认了，过失是他自己，绝不是佛菩萨。佛菩萨在经典里面讲得很详细很明白，我们不能错会意思。所以这五阴的折磨啊，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避免的。纵然是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诸佛菩萨应化而来所现的这个身相，也是无蕴身。这种视线就是这个华严所讲的待众生苦啊。我们要问视线的这些佛菩萨受不受呢？在形象上讲啊，他也要受。可是实际上呢，实际上他没有受。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跟我们人不相同的所在。我们在形象上看，他的衣食住行生活跟我们没有两样，
我们凡夫也受苦受乐，他也有受苦受乐，表演在外面，而实际上啊，他们的心永远是清净，决定没有受。没有受啊，要做出受的样子来给我们凡夫看，让我们凡夫看到他们的形象，有所觉悟啊！他的目的是来度化众生的，是来示现的，不是真正的受报啊！这个我们要晓得。那么除了五蕴魔之外，佛跟我们说烦恼什么？烦恼太多了，无量无边的烦恼折磨我们呐。烦恼里面就包括七情五欲，范围很广。第三类呢，死魔。死魔是讲生死是正，这也是没出六道的众生没有法子避免的。有生一定有死，死了以后啊，他又去投生，绝对不是说死了就了了。如果死了就完了了，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学习了，我们为什么辛苦来修行呢？用不着了嘛。实实在在的状况给诸位说，决定不能死啊，死了就不得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位细细去念念《地藏经》，我们最近也在讲《地藏经》，你才晓得这个死是太可怕了。死这桩事情并不可怕，死了以后麻烦可大了，随业受报。我们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过去生生世世造的是什么业？造善业，一定有三善道的果报；造恶业，一定有三恶道的果报。三恶道太可怕了。堕落很容易，出来是非常非常之难。那么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基本的修学方法，就是无戒十善，这是基本法了。观经三福列在前面两条啊，十善，身善口四意善，身不杀生，不偷盗，在家的同修不邪淫。口四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三业，不贪，不嗔，不痴。我们想想，我们在一生当中，这个十条做到多少？
这个是佛法给我们讲的叫基本法了。这个十条都做到了，五戒当然就包括在其中了。你才能呢，再得人生。人死了以后再得人生难呐！你要把这个十条做到啊！要做到个什么标准呢？要是以打分数来讲啊，应该要打80分，才有把握来生呢再得人生。啊，你说我做到一半。一半靠不住啊，那个没把握啊，至少也可以打个70分以上啊，才能够再得人生。如果是100%的做到了，可以打个满分了，那就恭喜你，你果报不在人间，你在天上享福了啊，比人间的福报大得多了。这是佛给我们讲的这基本的法则，决定不可以疏忽啊！那个十善业的反面就是十恶，十恶就是身造杀盗淫，口妄语念舌，其余恶口意也。贪嗔痴，这个麻烦就大了。造这种十恶业，轻的恶鬼畜生两道啊，重的都在地狱。我们不要去管别人，要好好的去反省反省。检点检点，我们自己每一天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30，这其中啊，我们到底是做十善多，还是造十恶业多？到底是善业力量强，还是恶业力量强？修行人呢，要时时反省，时时检点。人生难得而易失，人生很容易失掉啊。失掉之后，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不能不考虑到啊。所以佛在经典里面一再的劝勉我们，要趁现在身体健康，一切这个条件都具足啊，要认真努力的来修学啊。所以这是死魔啊，麻烦大了。我们这一生修行修得再好，修得再有功夫，死了之后啊，来生算不错吗？有功夫吗？来生再得人生，这一得人生一投胎呀，前世所修的功夫啊，通通都丢掉了，忘得干干净净。这一生呢，要从头来起啊，这就叫折磨。不能够借着生生世世借着干了，一中断呢，要断，至少要断个20年了。这一个各因之谜呀，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世间修行难啊。佛为什么说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劫，
道理就在此地。如果我们的修学果然能够保持住不中断不退转，凡夫成佛哪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不需要啊。就是在六道里面退转的时间太长了。你看，如果一堕到恶道、地狱道，那个寿命之长，经上都讲啊，无数劫。这么长的时间当中，闻不到佛法了。天上欲界天还算好一点，色界以上也不容易啊，福报太大了，享福啊，把这个修行这桩事情忽略了。富贵学道难呐，使我们联想呢，真的是生死死大了，死魔很麻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要不想死的话，无量寿经就是教给我们无量寿啊。你依照这个法门来修学，你这一生决定不死啊。所以这个法门我们在讲席里面讲了很多次，我说的都是真话，不是假话，时时刻刻劝勉大家，这个法门呢，不老不病不死。哎，可惜信的人太少了，啊，真是诸佛所谓难信之法，啊，真难信呐。啊，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你说不死，我们看这个念佛的人死的也不少嘛，怎么不死呢？其实念佛人呢没死，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把这个身体丢掉了，不要这个身体了。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临命终时佛来接引的，没有痛苦啊，欢欢喜喜跟着佛走了。这个身舍掉之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身跟阿弥陀佛身一样啊，自摸真金色身。佛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说，具足三十二相，这是随顺我们凡夫说的，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永远再不会老了，永远不会生病啊！一切的需求随心所愿啊，真正是心想事成。你说这个地方多么好呢？啊，我们这个世间大富大贵人家，比起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比不上啊，别说我们人间富贵人比不上，这经上给我们说了，即使天上啊，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啊，那个还不算什么了，才是越界
二层天了，啊，脱离天主了，啊，大梵天王都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人的福报啊！所以诸位要真正想大福报，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最后一种呢，叫天魔。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天魔是魔王波旬。这个四种的魔障，你看前面三种都是我们自身具备的，五阴是自身的，烦恼也是自身的，生死还是自身的，只有一种啊是外面的。外面这个魔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大家就好懂。现在外面这个花花世界呀，一切的人事物，你所见的，你所听的，你所接触的，它都在诱惑你，那就是魔。让你的身心永远得不到安宁。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魔就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你怎么能受得了呢？这是魔意思，简单跟诸位介绍到此地。下面和冤，冤家对头啊。这个冤家里面有两种啊，一种叫欢喜冤家了，那个也是麻烦事情啊。不要说是天天惹你生烦恼的是冤家了，天天逗你欢喜的也是冤家。总是叫你这个心放不下了，你的心里有牵挂。好像是前两年，我在台湾过年期间，有一个老居士来给我拜年。他告诉我，他说：“法师啊，我这些年来念佛了，算是念得不错啊，我什么都能放下，我就是孙子放不下了，怎么办？”那个孙子就是他的冤家。他放不下了，一桩事情放不下了，都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来迎接你的时候，你说我这个还没放下，那个不能放下，阿弥陀佛不等你，他就走了。因此，这个冤家了，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要用定，要用慧。定慧有力，就能够降伏魔怨了。你就有能力对付这些魔怨。人有定有慧，给诸位说，无阴魔也能降伏。无阴的降伏是哪几种呢？第一个，身体健康不生病。这个生病是四大不调啊。说老实话，你要是有生病的话，你没功夫啊。
真有功夫的人生病，那是视线，维摩居士视线，装病，他那个装病是度众生的手段，他不是真生病，装病。那你这个生病究竟是装病还是真的病呢？你自己应该清楚啊。所以身体一定健康，这就是降伏五阴谋。第二个呢，这个容貌不容易衰老啊，因为这个也是属于五阴谋啊。一有定有慧呀，心地清净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讲究养生啊，要吃什么健康食品。啊，要做什么生理的治疗啊，这些运动啊，怎么保养身体，我看呢都没有什么效果啊。佛法里面呢讲养生之道，说什么呢？修定啊，修定是不是每天要去盘腿打坐面壁呢？确实有一些人呢，讲到修定，每一天一定要去打坐，做几个钟点。不过那些修定的人啊，我也见过，相貌一年不如一年，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那是什么呢？每一天虽然坐几个小时啊，心里面还是胡思乱想啊，那哪里叫定啊？啊，诸位要知道，这个定啊，是心里面力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定，不一定要盘腿面壁啊。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了不起的人啊，坛经上好像没有记载啊，他一天做几个钟点，没这个文字啊，而记载的他每天工作量很多啊，他在黄梅啊，在对房里面劈柴火、舂米，他做这些粗重的工作啊，他要去盘腿面壁了，那这个道场的时候没饭吃了啊，他舂米嘛，道场那么多人要吃饭，你就晓得他的工作量之多，他哪有时间去打坐啊？那么我们要问呢，他真的有没有坐禅？有啊，工作就是坐禅。他告诉我们，禅坐的意思，坐是取不动的意思，不是真的叫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啊。你坐在那里，谁伺候你啊？你多大的福报啊！佛教人福慧双修啊，你坐在那里享福，那怎么行呢？你要懂得修福啊。坐是取不动，不是身不动，是心不动。这个叫坐啊。禅是不着相。啊，不着相是禅，不动心是坐。所以身可以动啊。身一天到晚工作啊。忙得不亦乐乎啊，心里头啊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这个本事高啊。心地永远清净，无论做什么工作，再苦的工作，再笨重的工作，
他做起来都轻松，都愉快。为什么？他不着相。我们凡夫做这些粗重工作，感到很累呀。什么原因呢？着相。你有分别执着，你就感到很苦。这个工作很苦。如果不着相呢，你就没有感触了。不但连工作的相不着，连身的相都不着。金刚经上讲的好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工作是在众生相里面。寿者相呢是时间。工作的时间再长，他也不会感觉到疲倦。我们今天呢，这稍稍一点点动累着了，就感觉到很累很疲倦，着了四相啊。所以要有定，要有慧，慧是了解，诸法空相，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切法相是幻有，妙有，体是真空啊。这是智慧呀。了解事实真相之后，他当然就不执着了。妄想分别执着，这才能真正断掉啊。所以慧帮助定，定帮助慧。定与慧是相辅相成的。有能力降伏魔怨。魔怨里面最麻烦的人事啊！自古以来常言说得好啊，做事难，做人更难啊！尤其是现代人，人心莫测啊。这个念头啊，千变万化，真是《地藏经》上讲的“性时不定”啊！世间人人心不定啊，无可捉摸。应付人没有智慧不行啊！人里面，凡是与我们接触的人，佛在经上讲的，总不外乎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我们一生当中接触到的、认识的一切人，都是这四种关系。我们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路上遇到人了，很和蔼地跟你打个招呼，点点头，可能一生呢就遇到一次，走过去之后一生再也不相逢了。能给你点点头打个招呼，也是过去生中的善缘嘛。这个是缘呢最薄的，一生当中就一次吧，好缘。也碰到有一些人素来不相识的，见到你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睛，那也是缘呢。那可能一生当中也就这一次面嘛。这个是不善缘之薄者，这缘薄嘛。如果这个缘要结得厚结得深，那麻烦就大了。常常不离开啊，
常常有麻烦。我们要如何相处呢？实在是很难。但是学佛的人有原则，遵守佛的教诲。佛给我们讲的三福六合六度，这是给我们讲处事待人的总原则、总纲领。这些原理原则都离不开定慧，不是定门所设，就是慧门包含着的。定慧等学在哪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学，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修定修慧呀。所以菩萨的功夫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这常说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从来没有间断过啊。功夫真正用的得力，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如来定慧圆满，所以一切的冤亲债主，佛都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啊，帮助他们修行正果，这就是佛给我们做的好样子。我们无论对亲近的人，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冤家债主，要跟佛一样啊，一定会力去度他们啊，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脱离轮回，脱离生死，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这个要靠自己的定慧。有些同学说我们自己学佛家里人很难度，家里人为什么难度呢？因为你没有定，没有慧。度家里的人真的是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你要有真的修行，你才能度得了你的家人啊。给你家人做一个最好的榜样啊，让你家里人很明显的觉察到你学佛以前跟学佛以后啊，确实不一样。学佛之前有很多毛病习气，令人厌恶的；学佛之后啊，这些毛病习气都没有了，都改过来了。你的言行举止令人欢喜，令人尊敬。你的家人才能得度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家人是天天住在一起，小毛病啊，他天天看在眼里。你修行功夫差一点，他瞧不起你。为什么外面亲戚朋友好度呢？你的小毛病外头人没看到啊。看到你接触他的时候很规矩很像样子，背后没看到啊。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那个背后你家人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二度众生，你看佛的时候，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要先度家人。啊，先度家人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要真正做到表里一如。啊，人前人后没有两样啊。叫我们做慎独的功夫啊，独自一个人也很谨慎，也很恭敬啊，不敢放逸，不敢随便啊。果然能这样做，家里人怎么会不能度？我觉得不难度啊。冤亲债主最难相处的，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冤家债主啊，多生多世结的冤，只可以把这个冤结化解，冤不能再结，冤家宜结不宜结啊！要结这个冤结，要有很大的耐心，高度的智慧，处处忍让，就能够化解。决定不能有怨恨之心，决定不可以有报复之心。如果存这个心呢，这个冤家结起来没完没了。啊，这一世他报复我，来世我再报复他。越严越残酷啊！每一次的这个报复，必定超过上一次。诸位如果看《安史全书》，文昌帝君胤祉文，你看看文昌帝君。自己说明他过去17世为士大夫，他所造的这个冤业啊，生生世世报偿不已呀，非常的痛苦残酷啊。后来幸亏遇到佛法，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忍受冤家的陷害，不起报复心，不起怨恨心了，这个冤就结结账就结了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定啊，要明了的。我们对别人有恩，不要求人家报答；我们对人要有怨，赶紧要化解。这一生当中，绝不跟任何人结冤仇。这是个基本的原则。再看底下这一段，第六项，成道，得微妙法，成最正觉。这个就是
菩萨事先成佛的样子。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他老人家一生，就是这个样子的经历。从斗率天下降，出生在皇宫，以后舍弃富贵，出家修道，到处参学，寻思访道，6年苦行，然后在菩提树下示现降魔，最后魔不能干扰，威胁利诱都不动心呐，这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看到事出世间一切法如幻如化，如梦如影，所以能够如如不动，得微妙法，他在菩提树下事先成佛了。他得的什么微妙法？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他是得什么微妙法而成佛的？这一桩事情，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讲得好：释迦牟尼佛怎么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微妙法了，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念佛的法门。这个话了，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们没讲过，藕益大师说破了。其实佛在经典上，古来祖师大德也曾经说过，说得非常含蓄，不这么明显。我们听了看了往往粗心大意就疏忽过去了。藕益大师说得白，为我们说破了啊。有一些同修看了要解藕益大师这个话来问我，藕益大师说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他说这个话根据在哪里啊？他以什么说的啊？他的根据就在《佛说阿弥陀经》里面。你看，我们天天念《阿弥陀经》，一生当中不晓得念了多少遍了，没发现呢，不知道是哪一句啊。他老人家这么一点醒，我们再回头看看，果然不错。念佛成佛，我过去给同学们介绍净业三福幕后的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我那一句也搞了好几年了，搞不通啊，深信因果我不懂啊，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念佛是因，成佛是果。
念佛成佛一定的道理。这个微妙法我们特别要留意，要讲求。你看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的，大长者婆罗门女、光目女，每一位都是采取念佛法门，特别是婆罗门女跟光目女，都是知道自己的母亲生前造作极重的罪业，这个罪业一定是在地狱。两个人都是孝女啊，如何来超度自己的母亲，求佛加持。佛教给他们的方法都是念佛，所以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佛不欺骗人的。佛有没有能力到地狱里面去救你的父母呢？没有啊，佛没有能力。佛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佛把方法教给你，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果然就有效。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我们讲到净虚空变法界了，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净虚空变法界从哪里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基本的原理跟我们说出来，大乘经上又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真正的原理原则。我们心里面想什么，就会现什么样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心里面想佛，佛就现前了。楞严经上说得好啊，一佛念佛了，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就是念佛成佛的原理。我们想菩萨，念菩萨就证菩萨的果位。我们想阿罗汉，念阿罗汉，你将来就证阿罗汉果。这个方法了，比大小乘里面讲的任何方法都快速啊。那经上讲的方法可多了，修起来太麻烦了，这个方法是直截了当啊。人死了，经上讲六道轮回啊，死了之后啊，有六个地方可以去啊。为什么大家都讲呢？人死了都做鬼呀，说的那么肯定呢？细细想想啊，人说的这个人死了做鬼呀，也不无道理。为什么呢？他天天在想鬼嘛。人死了就做鬼嘛，那这个当然他死了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一定到鬼道去吧。
那没死的时候天天想鬼吧？想什么就变什么啊！何况这个人想鬼是一桩事情啊，还做的鬼事，造鬼业，跟鬼这个缘结的好深呐！啊，鬼的事是什么呢？贪啊！你看佛给我们讲的十法界的因行的业因啊，恶鬼道是贪心呐，地狱道是嗔恚，畜生道是愚痴啊！啊，与人一天到晚是贪财、贪名、贪色，样样都贪。哎，你也学佛了还贪佛法，你糟糕不糟糕？啊，所以这个贪心呢，就造的鬼业，啊，造的鬼业。那又常常想着人死了做鬼，你看他又念鬼。啊，所以大多数人死都到鬼道里头去了，哎，也很有道理。啊，我们明白这些原理原则，然后就想到我为什么不造佛的业呢？啊，为什么不念佛呢？设法界实在讲是由我们自己选择，选择的权是我们自己啊。任何人不能给我们做主宰，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啊，纵然堕恶鬼、堕畜生、堕地狱，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绝不是天神、鬼神在那个地方支配我们的。不是的，完全是自作自受吧。过失都在自己，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不在十法界里面争取最上的？啊，那么佛的心是什么？佛心是平等心，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用平等心来看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这人就是不平等吧？那相就是不一样嘛。佛教给我们一个方法，方法都好啊，教我们呢，看他的心，不要着他的相。有情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有法性，心是平等的。所以教我们在性上啊下功夫，不要去着相。凡事见色闻声呢，都能够回归自性。你的平等心就能够现前。一切菩萨无论修学什么法门，法门只是修行的方法不相同，手段不相同，原理原则决定没有两样。啊，都是讲啊，善观察了，善啊，善就是从相上去见性，心是空寂的，相是虚妄的。相有千差万别，
性是一个，没有两样，都是空寂的。这个空是真空啊，不是万空。即零即，不是明万不灵啊。我们如果不会用心，用《金刚经》的方法也好，千差万别的现象，无论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我们今天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心里面分别执着、烦恼习气现行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佛在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同的啊，凡所有相啊，好相也好，不晓好的相也好，怎么样差别，通通是归一个虚妄。又给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看佛在这里劝我们呢，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应该要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化身大士他们修行的方法，不着相，这个相是平等的，我们修平等业，平等业是修佛的业，然后念佛，那怎么不往生呢？怎么不成佛呢？所以决定不要着相。哎呀，这个相我喜欢，那个相我讨厌，那你是造的轮回业，决定还要搞三途苦报，麻烦可大了。要知道，好像善心所变现出来的，不好的像恶心所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不定的性识，所变的是千差万别的幻象，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然后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方法，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得上啊。用到功夫得力，你看多么欢喜，法喜充满。我们学佛，就要在这些地方学习。在这些地方啊，用真功夫啊，所以肯定念佛是所有一切法门里面第一法门，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断烦恼、证菩提、成佛道。都是念阿弥陀佛而成就的，所以世尊在本经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晓得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诸佛如来的一个代表，他这样赞叹，就是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了，都是这样赞叹的。我们的缘无比的殊胜呐，这一学佛了，就遇到佛中之王啊，就遇到佛门呢最殊胜的
第一经呐、你说这个缘多稀有，这大家有福啊，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无量劫来啊，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呢，在这个时候通通成熟了，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难得了，非常非常稀有难逢。那么今天遇到了，决定要抓住这个机缘，决定不能错过。释迦牟尼佛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我们今天也得微妙法，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成最正觉了。如果要想成最正觉，没有别的，依教奉行。佛在这部经里面教给我们的，教我们要做的，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犯规矩。往生西方净土啊，人人有份呐、这个法门呢、三根普被，立顿全收。特别是我们这个道场，我们四众同修啊，都是弥陀弟子啊。套一句基督教的话，无上的荣耀啊，他们上帝是荣耀，弥陀弟子第一荣耀啊！上帝见了你都给你顶礼称赞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弥陀弟子还得了啊！今天我们在此地做的弥陀的事业，弥陀的事业就是广度一切众生，戒引一切众生往生不退成佛。念佛的方法，我们遵守行车法师的，这是我们净宗的祖师用他的方法，绕佛、止境、礼拜，那么将来人多了，我们这个念佛堂把它化成区分，当中这个佛像呢是要放在当中可以绕佛的，佛像不能放在这个台上绕不过去，后面一定要有路，佛像后面可以绕佛。所以念佛堂跟这个讲台不一样，念佛是以绕佛为主，我们因为精神体力不够啊，没有办法支持的很久，所以绕累了啊要坐下来休息，是以绕佛为主。这个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出去参学，第一位参访的德云比丘啊，在四十华严吉祥云比丘，他去参访没找到他，结果最后呢别峰见到山峰啊，在另外一个山头。别峰代表什么意思呢？特别法门，就是净土法门。所以他是修这个特别法门，在别峰修的。他怎么修法呢？波舟三昧，佛力三昧。他只是站着跟这个绕佛进行。不做
不睡下来，通常我们讲波州三昧一期是3个月，这要有很好的体力才行啊，一般人做不到啊，一天一夜不睡你都受不了了，90天不睡觉那还行吗？不但不睡觉，坐都不可以坐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念佛堂啊，是以绕佛为主，绕佛要出声。你绕累了，旁边有蒲团给你坐下来念，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可以不出声，跟着念。如果坐在那里昏沉打瞌睡了，你就得起来到佛像前面去拜佛。拜佛也是调节你的身体，等于说运动运动，调节身体。实在太累了呢，那就到旁边去休息，休息好了赶紧出来再念，真用功啊，真正努力啊，真的在这个道场是办道啊。过去禅宗禅堂叫选佛场，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也是选佛场啊，这一切众生选拔你出来做佛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桩事情更大的？大事因缘无过于事啊！希望我们同修要珍惜我们全部的力量来成就这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是设法一切诸佛如来的道场。我们自己很清楚很明白，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自己也在其中啊，不在这个素外啊，在这个素的里面啊。那我们既然要做佛，一切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我们也应当赞叹阿弥陀佛，也应当全心全力为阿弥陀佛工作，替阿弥陀佛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建立一个真正戒引众生念佛成佛的场所。无论我们贡献的力量大小，华严经上说都是平等的。这个一念善，一点点小的功德了，都尽虚空遍法界，福报无量无边。这个话我们能够肯定，不会怀疑，这是得到了，成道了。佛成道之后，不是说就没事了，成道之后唯一的一桩大事情，就是在因地当中所发的愿呢要兑现了，圆满的兑现，不可以说说了不算数啊。因地里发的什么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所以成佛之后只有一桩事情，去度众生。度众生这三个字的意思，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爱护众生，关怀众生，怜悯众生，全心全力地去帮助众生，这就是度的意思啊。成佛之后专门干这个事情，正如
经上所说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佛是决定现身。有感的众生太多了，这个感呢，就是求啊，求佛菩萨了保佑啊，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求的念头啊，就是感啊。只要有求，佛就有应。众生求佛。这讲感呢有两种，有明显的感显求，有敏求。敏求啊，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有求的念头，真有这个念头自己都没有发现，可见的这个念头啊好像很微弱啊，自己没发现。这样微弱的一个意念自己不知道，可是佛那个地方感，佛的感应非常灵敏，他已经感应到了，他已经觉察到了。觉察到的时候佛一定有应啊。佛的应也有两种，有邪应，有明应。明应是你觉察不到的，佛确确实实在你的周围，在你的身边帮助你，你自己没有感觉到。邪应呢，是让你感觉到，或者你见到佛菩萨的形象，或者你听到佛菩萨的音声，像我们在这个，《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她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听到佛的音声，这是明显的显应。能够跟佛对话，佛虽然没有现形，没有看到这个人形，但是听到声音，所以感与应都有明显不同。有敏感显应，敏感敏应；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所以感应道交啊，有四种不同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根性成熟了，这个是敏感，不是邪。这三千年前这个世间根性成熟了，感动释迦牟尼佛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佛是显应，明显的应化。佛出现在这个世间，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请罚了。无人请罚，那是佛就要入灭了，就要入般涅盘了。他住在这个世间，没事干了。幸好我们凡夫愚痴，不知道世尊成佛，不知道啊。
不知道有佛出世啊。近居天人看到了，近居天人就是第四禅里面无不还天。这个五层天里面都是修行人，不是凡夫。经典里面讲的三国以上的圣人。那个地方是大道场啊。他们见到了，见到佛出世在这个世界。赶紧下来。带我们大家齐请请罚了。那么世尊接受众生的离情，这才开始为大家讲经说法，展开他教化众生的事业。这个事业用现代人来说呢，社会教育工作，他展开他的社会教学工作，所以下面第七段呢，转法轮，为什么社会教学的工作要叫做转法轮呢？法轮是个比喻，现在跟古时候，我们知道在上古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一个图案作为它这个民族的一个标志，史学家称之为图腾。我们现在人呢，你看做生意，你有个行号，你也有个商标，有个图案叫 mark。我们净宗学会也有一个，在旗子上就是的。所以佛法也顺世间法了，不例外，也选择一个标志。来代表这个世尊对社会的教学。世尊取的轮。轮这个象呢，象征佛所教导众生的那些内容。佛给众生讲些什么？这个图案呢，要能够表示出来，标示出来。所以我们佛门里面通常用的图案有三种，用的最多的法轮，我常讲法轮常转呐。第二种呢，莲花，莲花也是佛门用来做标志的。第三种万字，佛三十二相之一，佛的这个胸口啊有个万字。这个万字是表吉祥的意思。佛所说的一切法都是最吉祥的。莲花是代表清净无染，不染。出污泥而不染，莲花的根生在泥土之中，把泥土表六道，泥上面呢是水，水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莲花开在水的上面，这个意思就是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它在一真法界，
取这个意思。不但是六道不然呢，四圣法界也不然。这个莲表这个意思，轮表的意思更圆满，真的是表大圆满。轮是个动相，动中又不动。诸位想想，哪一样东西能够把这两种现象都显示出来？只有轮。轮是圆，圆心不动啊，周动啊，心不动啊，所以它代表动静不二，动静一如，它表这个意思。这是其他的这个形象里头找不到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呢，是代表性相不二，空有不二。你看轮周代表相，代表有啊，轮的心呢、代表空啊，代表性啊，性是空的。所以圆心在哪里找不到。有没有心？决定有心，但是心不可得。这个在现代几何学里面就说得很清楚。所以是点，点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事实。但是点的移动就是线，线的移动就是面。线跟面我们可以能觉察得出来，点觉察不出来。所以圆心找不到啊。心是空的，相是有啊。这个相有，有是因空而生起的。有从哪里来？有从空来的。所以有还是空。有不是真有啊。有叫幻有啊。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啊。那个轮表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都圆满了。确实。设方一三世一切诸佛为一切众生说法，就是说明这个大道理，说明这个事实真相。那个轮代表什么呢？代表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个轮的这个周啊，周边的法轮的中心，就代表自信，代表我们的法身离体真心本性。一切诸佛如来为众生讲经说法，说的什么？无非就说明这桩事情。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用这个轮来表法了，非常非常的圆满。轮一定要动，动它是活的，如果轮不动啊，那就变成废物了，就变成死东西了。轮一定要动啊！今天科技的发展，诸位想想，什么道理得到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呢？都是那个轮在转。任何机械里面总离不了圆呢。现在轮还做成齿轮。轮与轮当中才能产生带动的作用。全是轮在带动的。所以佛讲经说法了，就用转法轮来做比喻。我们看到佛经转法轮就是推动佛陀社会教育工作。
社会的教学工作，他取这个意思。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世间，就为这么一桩事情。可以说八相成道啊，其他的那个七相啊，都是为了这一项。所以这一项呢，要说的特别详细了。其他的任何一项啊，都是两句话、三句话带过就行了。这一项要细说了。一切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为什么？就是干这个来的。那么这一段文长，我们也分了几个段落啊，这先分两个大段，一个总相呢，一个别相。请看经文：天人归娘，亲转法轮。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世间人肉眼凡夫啊，不认识佛陀啊，不知道佛出现于世，近居天人，他们归娘啊，看到佛在人间示现了啊，他们仰慕啊，归心啊，于是待一切众生请转法轮啊，请佛讲经说法，请佛教化一切大众。这正是经上所说，佛为天人师范，九界导师啊，不但是我们一切人的模范，九法界一切有情的最好榜样啊。所以我们要学佛，佛就是我们的好样子啊。我们要学佛的存心，要学佛的做人，要学佛处事待人接物啊，要学佛的言语，佛样样都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楷模榜样啊。这叫学佛啊。学佛不是研究经教啊，研究经教啊，现在人称作佛学。佛学跟学佛完全是两桩事情。搞佛学而不知道学佛，你依旧是生死凡夫，没有办法断烦恼，没有办法超越轮回。如果你真正学佛，不但超越六道啊，而且超越十法界啊，特别是依照这部经典来修学的，肯定有把握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跟我们说的啊。那么这是请法，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前面我们这个课题里面，请法能感啊，说法了就是所应
这个是显感显应，非常明显啊。常是不间断。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示现成正觉，就是示现成佛。这以后啊，讲经说法没有一天中断过啊，说法49年了。将近300余会，这个300余会是大规模的法会，小的法会就不说了，大规模的法会，大规模的讲演教学，300多会，小规模的，随时有一个人、两个人。10个8个人来求见释迦牟尼佛，向他请教，他老人给他讲经说法，那个小会就不算了，连小会要算上啊，那是3000会都不止啊。常，常以法印。什么法呢？下面是觉，这个法是觉法了，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8个字将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教学宗旨目的都说出来。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从目的上说的。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迷了就有苦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觉悟了啊，你就落了。所以迷悟是因，苦乐是果。那么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一定要在因上做才行，果上没有法子啊。要从因上下手啊，佛知苦乐法了，他知道这个里面的因果，所以一生从事于教学，这个教学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觉住世间。世间有3种，3种世间统统包括在其中。有情世间，像《华严经》上讲的这些世主，有情众生的。我们在座的一些大众，都属于有情众生。还有一类叫器世间主，器世间主也是众生，是另外一类，我们肉眼看不见。哪些呢？经里面讲的，地神、山神、树神，这是器世间主啊。我们这个道场。有道场神，有守护道场神，
有护持道场的神，决定有啊。诸位同修，你们自己住家，地藏经上讲，这神就是守护你这个家，保护你这个一个家的时候，有神。这是一时一类众生，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受他的保护。如果我们造作恶业，这些善神就走了，换一批鬼神来了，恶神来了。善神走了，不保佑你了，恶神来了。恶神帮助你造业，恶神鼓励你造业，希望你将来堕阿鼻地狱，他在那里看到开心，他干这个事情。鬼神里面给诸位说，恶的多，善的少。大概善的鬼神呢，都是皈依三宝的，都是佛的弟子。所以这个鬼王里面有很多是菩萨示现的，不是真正鬼王啊。怜悯这些恶鬼呀，劝他断恶修善，劝他不要害这些众生，要发心呢保护这些众生。那么这一类的呢，叫弃世建筑，还有一类叫知正觉世间，那是讲正果的人，阿罗汉以上的，阿罗汉、菩萨，这个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的佛，都是属于知正觉世间。所以佛讲经说法的对象包括这三种世间，所以称为住世间呐。这就是常讲的九法界众生有教无类也，佛是一律平等的教导，显示出无尽的大慈大悲，慈悲是清净平等的，不分善恶，善人佛教，恶人也教，不分冤亲，与佛有亲关系的教，佛教跟佛做冤家对头的佛也教，这才叫大慈大悲呀。那个方法了，佛讲经的方法无量无边呐。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所以为一切众生开示无量无边的法门，发音法门无量誓愿学，佛说无量法门，我们要发心学无量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